老师抢虫哦，是猫咪。赌马挑嘛，嘿，赌马挑，嗯，我们那下你客家少挑吃了哈。其实两叔狗叫鸡，一开始唔系客家狗，佮系在差不多民国三十六年嘅时间，系有一只戏班，厦门嘅戏班，厦门有一个戏班，戏班，佮条来到台湾表演，喺该东西佮条唱嘅系国戏当中嘅葫芦歌。哦，好咯。喺客家中啊，看到喺个，因为当到歌曲，其实就系咁样交流来交流去。喺台湾提起，客家嘅歌曲落去吸收之后，写特张嘢开嘅花，哈、哦，每一个月开什么花，张嘢开梅花，梅花嘛，哈、哦，喺三月开桃花，咁样去用花名来表示一种什么，嘅爱意啊，也系他的情怀，系，喺认为安永兴嘅歌曲，其实当好听，曲调也当吸引人，所以呢个客家戏，就落去吸收起来，相信每位唱了首歌曲，为了太医地方弹到了首歌曲了哈。嘿，这奥义有点深呢，用法名来表示爱意。你看到讲了首，你看听起来就有点像我们歌仔戏的味道，然后。听不出好像改变，然后讲起来当顺用的吼，就是好像啊，这个其实好像就是文化交流啦，当都客家地都不会用到你，像我们刚才有谈到我们一个戏，对的，最前面它会有一个铁板，你讲周戏啊，讲戏棚啊哈，戏棚铁板会有这个，按到我录棚头，棚头黑马个意思，那边像团众哪里分享一下？俺了分享棚头哦，哎，棚头啊，以前。头摆人咧讲，就会按了迄刻画板，就会按咧书板。哦，书啊，书板。他用书板的方式，然后给念出来，讲，根本要做嘛？大概讲一下，让现场观众知道说，你们待会想玩什么？待会要玩什么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故说，咱们按两个名，按到旁头。哦，旁头。因为迄最爱做戏，做戏以前，头摆是旁一旁戏咩？啊，一旁戏。还按公公戏咩？现在是一天一天戏啦，以前是一场一场戏，头摆一旁一旁一次呢。一旁黑白，以前都是搭棚子，是一场戏，黑吗？对，哦，一场。旁档就是好像我们这个野台戏嘛，对对对对对对。但他以为等于卖个大烟囱，然后吃的东西啊。哦，烟囱有。糖葫芦啊！哎，糖葫芦啊！以前戏只要有戏剧的时候，旁边都好多卖东西，对对对对，以前其实小朋友不是去看戏的，他们是去吃那些零食、小吃的。看些时间哈，对。然后听阿婆戏，那个叫那戏什么？你没戏过？哪都哦，你经历过那个年代我只记得我在买东西吃而已。哦，你买东西吃，那个都是阿婆你去看戏啊，我在这边就在那边吃零食了。哦，该懂事你还要 say 你呢，所以叫做一旁一旁去了，跟前面讲的旁头了，旁头就讲在做了太戏之前，我有在。类似开场白，开场白了哈，就可能会以很逗趣的方式，就一个开场的那个，前面有旁白又不算了，旁白又是我们演出当中，它中间会有一个像可能是自报家门，对对对对对，自报家门啊，因为其实感觉现在很少看到，你们哪一个年代？有高觉对该那个庙口哈，对庙口在办庙口给。神明对上面嘛，对对对对对，它这上面有人在表演。刚才就聊起庆用的带下买个棉花糖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其实连下山是没有，现在还有啊，现在还有，还有，可能还是比较少。客家大戏嘛，哈，阿你客家苏 Q， 然后又要被。每年都有举办我们这客家大戏巡回的表演。哦，巡客家文化节。因为你哈，其实他晓得我们这个荧光幕本台噶接收那种东西哈，因为他还记得懂得，因为有些像很多这个那种戏腔哈，后生人他们都不学的话，这个以后都会这个会哎呀，这些就会消失，就断层。这个一定要保存我们有啊有啊，根本就来了一个传人啊，被传承的代表，被传承的代表。你这样嘛，你将这个学我们这个身段有好一 Q 哎。十年，贵州的时间就开始，你戏曲好演开始，好演戏曲，客家戏，特别土马嘅好教，喺台湾戏曲好演，土马好教，你有咩问啊？因为像很多有冇戏曲学院的啊，他们里面就是在学这些东西，每天都会学一些身段，就常会表演，每一个角色都会知道，有两下表演啊，哦，一个节目做落来，来不同的来。
跟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。好啊，就跟他团众讲的自报家门，跟爱就用那个戏曲的方式，还有用儿童节目的方式，好啊，老太卡修给一下，嗯，好，你就去驾了一趟，好，见丑的感觉，好，给 T E H U 嘿，跟先用戏曲的方式来表演好嘞，好，戏曲。因为我是做青衣花旦的，就是就是女生什么的，古时候可以用做成小生妹做的啊，小生妹我是专门的，我吃些就好一个青衣花旦，好，古时候就开始哟，好，好，一开始就是先为踏脚嘛，好，踏脚，什么的，自报家门，怒家乡里面家。今天看到暗中的观众来到人家潮下米戏来欢迎大家恭贺了，哇塞，哎，起鸡皮也不夸张，我真的不夸张，哎呦，真的，吓死谁会？以后我们开场就这样子好了，以后开场就这样子，用 PQ 的方式，你中你的动机拐，小高中的加成，你加成没做对啦，你加成高级比较刚扬的小生做对吗？小生哦，小生团中了也高好嘞。唔系矮转宠小生对，嘉诚罗一团那种的。小生要注意什么？小生哇，你要面了。通常就是一个丁字步，因为应该脚铺冇轻用，哎，哦，脚铺，哎，然后抬脚，回来，注意嘛，脚抬起来回来，哎，来了，抬脚回来，你冇哎。加那个胸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啊，那个那个戏，你知道吗？一台湾也抬头挺胸。我都记得他的高跟鞋好高啊，哈，跟高靴啊，高靴啊。为什么要穿高靴啊？不然来，嘿，不然比女生高。哎，有在问比谁么矮高？我男生怎比女生还矮怎么办？嘿呀嘿呀，高靴哈。嘿，我以为是故意的，里面好多高。男生就是代表是腱子啦。啊，他们小，跟刚刚讲就是莲花子、莲花子，哦，就像莲花子，嘿，亚就嘿指人的意思，跟小生就某形容可能嘿按钮嘿，嘿，那就会是会按钮六级数的嘛，六级数哦，剑指，剑指都出来，就看某形容，剑指都出来。哦，今天就要来现代跟以前的传统剧结合了，哦，来搞流派。哎，莫来看英英老师做个咩强势的呀？没啦，其实梁先生系 TVB 做咧表演从善过嘅时间，从善过，嘿，老几条街做戏嘅就还冇强用，嘿，佮冇强用嘅，嘿嘿嘿，嘿，我本来很想问，很想问，该结做神父，咪该年代的，啊，你一般穿传统国服都会啊穿的比较像这个，他们有领呢，冇，跟你俩，我这个哈。这个我是跟那个我们传承我们这个宝珍哥有宝珍哥，你穿新衣改善服，因为他听说他这个是种比较福派的，这种没办法，衣服没办法穿，一直放到衣柜里面。他就说，他说因为我买花了蛮多钱，然后发了一兜钱哦，可以今天传承一下，让我做一下。没做的，给平常就做给懂踢别人的地嘛。你会不会？你会不会哈白就看不懂你啊？假，没你也穿是哎，你哈干因裙腔紧身，哎，裙腔紧身，哎，人家穿不下衣，穿不了，裙腔紧身。你衫吼买了而装，哎，又冇做个又大送，然后跟那双肩冇用到用到来装。哦，你还没穿成你嘛？你还没穿成，哎，想问哦，你的。在表演的时候，没有 partner 没，选 partner 没很重要，哎，冇错，系啊，很重要，选到两下中的样子对冇？先动啊，就注意我。我一点懂 Q 的啊，哎，这个角色这个配对，在导演的团长的这个配对上，是不是也要花一个脑筋？要要哈，因为如果我们在通常嗯在。拍角色的时间，你会看其他某个歌星，他是属于我们说的妖狐，妖狐就是我们该彩蛋，就是三八啦，或者是想要就是比较坏的那一种的。他坏呀！他今天如果是属于那个个性，哎，我把你丢在这个位置，你会得心应手。但是如果你今天不是这个个性的话，把你丢在那边，你演起来反而会有点绑手绑脚。团长，你说的，像阿勇，然后都丢到那个坏人，我就很难演。
你不用，你不用演就很像了。我不是说演小生，不用，你不用演嘛。团长可以依照我们每个人的性格分配角色。对啊，因为我们通常在构思那个剧本的时候，就是题材的时候，我们就哎，我手上有几个人，那我就会依你的个性去编写你的，让你更流畅去演，能够发挥，发挥，对，其他心态，不要说你可能可以表现100分的。可是因为安排错角色，你只表现50分，你也很哦，我也很哦，对，所以就是把会有这种方式啊。跟你聊哈，像我这种演员，我就你安排我什么角色，我就要把它演到100分。原要演嘛？该还是好？那个员外，员外，员外，坏员外，对，坏员外。势力的那种员外，发片主题感，对，没错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今天来收猪了是吗？收吗？收猪啊！哦，伊松酒加给演演收猪啊，收猪金啊，今天要缴收田猪啊，或者什么猪这样子。对啊，你那种感觉就会。你哎，你就当我外加无满啊，有满个咩冇？跟你看两米呗，两三米。他们两个就真的是属于那一种苦生苦淡，因为他们很苦生苦淡。什么是苦生苦淡？意思说苦很苦命的意思。不是很苦命的，就是比较沉着的啦。啊，沉着的。对啊。你看他们那么安静。哦，安静。对对对，安那么安静。不会，但他也会。里面真的做花旦啊，花旦，花旦梅香，花旦的后味嘛，小旁边的梅香。好的好的，就点画花一点就是。点画。那个叫进角啦。喂，不要乱讲。其实上次个花旦梅香啊，系做得好啊，上次为比个做青衣憨下出身呢。真嘅。你未记得动等一下。有好有好。系啊，因为梅香嘅歌声有上是咩？董后是用公公诶，去等一下，嘿，等一下。丫鬟呢？丫鬟的嘛？丫鬟的哈？没丫鬟吧？对，丫鬟，黑丫鬟，黑丫鬟，梅香就是丫鬟，梅香是丫鬟，梅香，董香给丫鬟，嘿嘿嘿，就是别人。有时候一出戏的主角是丫鬟，哇，对啊。